极乐世界，幸福国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大宝福藏在牡丹》。座佛塔圣地，禅熏慈悲烟供祥云，为师法界众生，悉受法会供养，六道有情，同享善业功德。高达海拔3000多公尺的斗九拉山高岭上，法师领众为世界无争止战的和平祈愿祝福。烟供香云，任随山风，扬诵缕缕慈悲。接着，来到圣地的功德屋，众人于佛前供上盏盏明灯，愿众生共入佛智，同成佛道。晴空浩浩，绿树参天，皎月博影，悄然没入青天。山头的皑皑白雪，是雪域典藏的甘露，也是古地生命的源头活水。在季节的演绎中，参一个通透无我。群峰环湖中，斗九拉山的连诗寺院，几个世纪以来，持续传承着连诗信仰的慈悲与威德。上莲师圣像，或持妙法轮，或持金刚杵，目光炯炯，结各种手印，形若百千，犹如幻化，庄严妙法。海涛法师领众于莲师诸尊圣像前瞻仰顶礼，众人在钟鼓管乐的雄浑节律中悉心领受圣境觉受，祈愿莲师垂怜加持，圆成众善。当日适逢莲师会供及往生者超度法会，众人也皆由法会共修及慈悲回向，与往生者及六道众生结善法缘。当下好法师更慈悲带领众人持诵行经、大悲咒、阿弥陀经及慈悲超度咒语，回向亡者得度解脱，随佛莲驾往生极乐国度。晚间在帕罗的慈悲施食法会中，众人于会场外精心布置了十方法界坛城，供养十方古时群论，祈愿众生悉受法会，听经闻法，共度佛智。法座上，海涛法师分享泰缅密教修行者的各种方便法门，并为众人慈悲开示法教。所有这个世间圆满什么呀？不能够离开这三力来，你想自力、佛力、法力。自力就是自我功德力，你发菩提心嘛。佛力就是我们念一轨诵经、念佛供奉。法力呢，
放生啊，点灯啊，叫法界缘起力。那缅甸佛教里面，它特别重这两个力量，就是法力跟佛力，用什么去供佛，而达到那个力量。啊，就是说，我想我们，修菩萨道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慈悲，慈悲才有生命的出口。我们要有汉人的福报，对不对？悲心奉献，更要有藏传佛教这种菩提心的啊观修。如果这两个合起来，那就圆满了。事实上，要成佛就必须要显密双修。悲心是一种感受，不是一种理论啊，你必须感受到那个人的痛啊。我们叫疼惜，我们福建人叫疼惜，就是啊，就是痛在儿身，疼在良心，那种痛，那种感觉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修大乘就必须要感受到那种疼痛，别人的疼痛啊，从人而到动物，到孤魂野鬼。大乘所有修行是为了对方，放生不是为了你长寿健康，做烟供不是你的光你自己的福报，而是累积这个善根功德要回向给对方。最终，海涛法师也以《菩提心要》与《空行法教》等书籍，与现场来自大陆的信众们结缘，并介绍与会嘉宾智学法师为众人开示。带领大陆北京团前来的智学法师，除了带来吉祥金与众人欢喜结缘之外，也以菩萨行论中的法语勉励众人及时行善敬孝。人生很有限，寿也成念经啊，当你感受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了回忆的对象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所以要及时行善，及时尽孝。借由替身东马、甘露药包及各种药食受用，众人燃熏款款妙香法味，普作供养，欢喜布施。微光中泛神阳，法师也于十方法界坛城前，直处鸟林熏香舞旗，为过往群灵超荐大度。末夜中，众人慈悲回向所作功德，供养烟云如龙腾空，冉冉而去，犹如带着众人的菩提善愿直达天庭。在不丹，高原低谷间，山岚缭绕，云雾环绕，是常见的景致。就像外界对它的印象，总在朦胧之间，存藏着神秘的氛围。尤其帕罗机场，基于四面高反差的海拔线，让每一次飞行皆成直上青天的华丽仰角，而高原的浓云密雾更让起落之间增添忐忑。尽管如此，不丹的魅力犹如其山形地貌的优雅灵现，碧蓝如初晨的朗朗晴空，或一望无际黄沉沉的沃土般，叫人心存渴望。尤其随处可见的寺院建筑，更是不丹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与人文基石。云雾飘渺间，古文明的浮藏就像佛子们心底对信仰的虔诚渴慕，透过参访行动为城市的繁华注入活水。
而不丹的繁华是内敛的，在佛法的教化下，像阳光安静地抚照大地，温暖在众生的心房。例如莲师心要建言中所示，行者修行的次第应建由高处教，行由低处深，直指修行之道。高海拔落差造就的崎岖地形，使得许多位于险峻高地的寺院参访都得仰赖马驴等动物的辅助。天地之间，福报承载我们走过崎岖艰险，而心灵的沟壑或险阻，除非借道修行，否则有谁真能直达彼岸？遥望岩山峻壁，帕罗举世闻名的虎穴寺，犹如教界的福藏瑰宝，也是观光客与朝圣者的向往与仰望。法师在登山口面向寺院仰空朝拜，当下佛子们也借由慈悲施舍与六道有缘众生广结善缘。随着施舍仪轨的泛唱，法音与时时烟云腾空弥漫，一旁的马儿们也似乎心有灵犀一般，静默而立，如入定境。声声噶玛巴千诺，佛子们齐声唱诵，一如对众生心怀慈爱与悲悯力，祈愿诸佛慈悯加持，众生悉受法位，饶益法身慧命。末了，海涛法师领众回向登上虎穴寺朝圣的佛子们，圆满虎穴寺圣地朝圣的善业功德。极乐国，随喜虎穴寺，随喜虎穴寺，各种成就祖师，各种成就祖师，修行功德，修行功德，护法信徒，护法信徒，朝圣功德，朝圣功德，愿意持功德，愿意持功德，无极于一切，无极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来到圣地山脚下，一处莲师古寺院。从宝鼎遗教中汲取的莲师教诲犹若眼前，此生在短暂的片刻中交错而过，但是轮回却是无止境的。寺院中的佛像及唐卡，莲师佛母栩栩如生，诸尊庄严如沐，在古寺院的静谧中，海涛法师透过译者说明赞助尼师游学的计划。末了，众人借由施食广结善缘，海涛法师来到小供灯屋点灯，透过种种方便法门普作功德，并领众回向。